所以今天骑的如何？还不够爽，还不够爽。今年目标五岭多少？310内就啊。哇，310呢？没有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练这么大，无糖豆浆加持。330，目标330。那你今天鱼佬怎么还没有破七十？都。上次太晚骑，加上太热，加上身体状况不好，落塞就对了。对，落塞。